近日女明星赵小棠现身机场的时候，就是选择了用 T 恤来搭配自己。本身赵小棠现在就是在女团当中，所以她的服装风格都是走的那种很轻松的女团古风格。加上赵小棠是一位并不做作的一位女明星，不过这次赵小棠在机场的造型有点太过于引人注目了。这样的造型搭配当中，抱着枕头走机场，这次赵小棠是选择了素颜出镜了。但是因为赵小棠本身就是有一张高级的艳势脸，所以就算是在素颜的镜头当中，也并没有影响到赵小棠的气质了。赵小棠头戴的是一顶浅色的渔夫帽，盖住自己的黑色长发。赵小棠身穿的服装是黑色为主的宽松 T 恤搭配，这样的黑色服装搭配当中，让赵小棠的时尚感更加的随性与放松了一点。搭配着黑色的圆领 T 恤，赵小棠下身用的是一条宽松的黑色短裤，同时裤装也是运动的款式。这样的一身 T 恤搭配运动宽松短裤的造型当中，让赵小棠的服装造型有了一点睡衣的味道啦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